刚才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很好，到我面前来，走吧，跟着我。你也不是新兵了，咱们赶快把这些基础的东西过了。这把枪捡起来。要知道子弹还有多少，一定要自己检查弹匣。你现在弹匣是空的，去你的背包里找到弹药。乔尔是你的教官，现在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流程，这和你以前参加的演习可不一样，没有满地装备让你武装自己，只有带入暗区的装备才能保护你的安全，一旦被淘汰，你所携带的武器装备都会丢在暗区，请务必小心。
前就是目标别墅了。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有没有什么能用的？击败敌人缴获装备是战场上最快捷的补给。记住，弹匣一定要放到弹挂里，这样才能快速换弹。小路，排查屋内情况。安全。安全。新来的，搜索保险箱，看看安全情报在不在里面。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人，我们准备撤吧。十一点方向有伏击。
还很危险，拿好你的枪，现在得活着把安全情报带出去。走吧，我们去撤离点。地图标记好撤离点，我得尽快突围，从这里撤离。每天小路会安全，大路虽然危险，但离撤离点更近。我们还没有摆脱危险，得快一点离开这里。撤离点了吗？我们先想办法到那儿。搜一搜，
危险，快走。打开地图标记的是什么？尽管突围，从这里撤离，走北边小路两条道路最为危险，把你撤离点更近。
们这边有什么通用的装备？
Тоже попробую. Тоже попробую.有东西，我来看看。
撤离，你都可以带出所携带的全部装备和物。每次进入战斗，记得把贵重物品放入仓库。战斗中没有装备让你失去，必须再买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装备一把装备上我给你准备的弹挂。是重要的装备。弹匣只有放在胸挂中，才能在战场上快速换弹。战术胸挂是重要的装备。现在装备一个空背包，进入战斗前请确保携带容量足够的背包。我给你安排了一些任务，收胸。